星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麒麟。今天呢要介绍的呢是脊椎运动。听到脊椎两个字，很多人都会说腰酸背痛、肩颈酸痛，但你知道吗？在台湾呢有一个原创的运动呢，就是脊椎运动。脊椎运动呢它的发源精神呢来自于太极的旋转动作，还有呢在美国流行的呢皮拉提斯的直线动作。麒麟我呢就加入我们人体力学呢，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太偏力脊椎运动。那太偏力脊椎运动呢，它的发源精神呢都是来自人体的正中线，骨盆的水平线。重点呢，你记不记得你的两只手呢在走钢索的时候一定都要两手张开的平衡感，这一些的动作原理加起来呢，它就是一个人体标准的力学。可是呢，你在于工作这么久，或是小朋友写功课写很久，再加上背背包，或者是有一些上班族呢在滑手机，这些动作呢已经让你人体的线条歪掉了，或者是你的整个背肌驼下来了。那透过简单的脊椎运动呢，让你恢复正确的身体位置，达到我们的脊椎运动精神。这样的简介，欢迎您下次一起收看我们的运动星球，拜拜。